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下一步啊！小可凭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诚信恶心我，你想干嘛？你干嘛？哎哎哎，少说两句！哎哎，什么事儿？你都要干什么？别别别别，你们什么事儿你都要插一个。别动气，别动气。哪件事情不是你要占我的上风？请示这个，请示那个。好好好，最后我都还得请示你。别激动，你给我在这儿干什么？哎呦，哎，公民权，我的公民权没有一年不被你剥夺的。别吵。 你说哪件事不是我对？别把我，要不是我帮你跑，你现在还在山沟里卧着呢，你。我们有些同学，人家学部委，人家学部委员，凭什么了？你要这样说话，你得罪了良心了。你简直是将仇报，你。我之所以和你离婚，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你才揭竿而起的。那你别回应你，你还以为你登了我？信你比我劲儿大。给我躲开！要不是你，走着你，你别。哎呦。 哎呀，这你没你事儿，你干什么你？我可是帮你的啊！你上一个星期堂，钱的，他跟了我那么多年，就是那么亲我，我都没舍得动他一个手指头。人家管到你的手里头，人家交给你是让你去爱的我的同志。放手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们别吵了。哎呀，方老师，你也，方老师，您这年轻时候都挺多激情戏呀，这。对。 这把你打，那后来上来的那是许地，丁佳丽啊，丁佳丽啊，盖小驴叫盖克，盖克，谢元，对，盖克嘛，盖克和谢元嘛，您那谁给您弄的功，就给您顶着去，谢元，那导演设计的，夏导演夏刚，哦，夏刚导演啊，所以我得比较感谢他，让我这个演这个戏得了这个就这个戏就得了金鸡奖这个戏，哎呦。 就您演的是那个无人喝彩的，对，不是，就是您演的这个是那女的现任丈夫是吗？这东西呀，就是你看为什么说演员就能得奖呢？你看就这一场戏，咱们其实经常会看到这种夫妻吵架，中间有人进来啊什么的，他这场戏你看他整个动作的设计非常非常有想法，嗯，他把他摁进去，他把他挤出去。 他把他摁正常拍摄，然后还一屁股撅进去，他又把他推墙上，然后他又出来把他拽起，他这是设计出来的，这可不是说是好导演，所以说您得谢谢导演。对，好导演，真是，这个他演这些戏的时候，您跟他合作了吗？这些戏没有，但是我哎呀，方大哥的戏我看太多了，他。 戏路子挺宽的，他不是光演这一类的，他好多喜剧的、悲剧的、形形色色的。嗯，不能演。这是我绝对佩服的一个大哥。对，而且他这个演戏是不显山不露水。对，他不是那种一看在演。是，嗯，他做人是他一样，他，嗯，这一辈子都是老老实实做人。你看，对，这个我觉得今天特别开心啊，这个。 两位真是艺术家，在我们这里聚会了，日常生活中可能还真没这么多时间聚会啊，咱们合张影好不好？好的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看，好嘞，也谢谢今天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，你也来好好聊，改天再聚吧，哥哥，好，好嘞，谢谢。